如果给你一个一夜暴富的机会，你想不想要？条件是必须把灵魂出卖给恶魔。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印尼的恐怖片《恶魔的请柬》。穷困潦倒的王德白为了脱贫致富啊，把黑暗女祭司请到了家里。女祭司是恶魔的小三儿，王德白只有通过她才能跟恶魔见上头。跟恶魔的签约仪式是在王德白家的地下室进行，条件虽然有些简陋，但恶魔并没有挑理。签约的条件是这样的，王德白答应把自己的老婆闺女的灵魂献给恶魔。哎呀，要说这孙子是真够孙子的，你想发财致富用自己的灵魂去换呢，把老婆孩子献出去算怎么回事啊？作为回报，恶魔会帮助王德白一夜暴富。王德白首先把老婆的头发交给了黑暗女祭司，等发了财之后啊，他再把闺女春花的头发交出来。黑暗女祭司首先把王德白老婆的头发给吃了，然后又把自己的头发塞到了王德白的嘴里，这寓意是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永远在你心中。哎呀，要说这黑暗女祭司也太不讲个人卫生，手都脏成那样了，还往人家王德白嘴里戳。这王德白为了一夜暴富也是豁出去了。接下来的程序，王德白是彻底看不懂，他觉得自己可能是遇见骗子。当他正不耐烦的时候啊，黑暗女祭司突然漂浮在了半空中，这下可把王德白给震住了。哎呀，手不洗也就算了，这脚也不洗，要说这恶魔的口味也够重的，这种不讲卫生的女人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下得去手。王德白一看算是彻底相信了，于是便和恶魔正式签订了契约。随着仪式的完成，无数的钞票冲着王德白扑面而来。黑暗女祭司说，老大已经接受了你的誓言，赶快回家吧，大批的财富正等着你呢。王德白一听是喜出望外，抱着装钱的箱子一溜烟就跑出了地下室。王德白很快就成为了著名的房地产企业家，而他老婆的灵魂也随即被恶魔给收走了。俗话说保暖思淫欲，王德白发财之后没多久就娶了已经跟前夫生了仨孩子的冷淡水。哎呀，咱也不知道这王德白是怎么想的，这口味跟那位恶魔有一拼。从此之后，王德白和原配生的女儿春花变成了爹不疼娘不爱的小可怜。多年后，王德白的事业突然开始下滑，不仅公司破产，而且王德白也病入膏肓，眼瞅着要喝孟婆汤。离家多年的春花接到了医院的电话，说他老爸王德白马上就要驾鹤西游了，让他赶快过来见最后一面。春花进电梯之后就觉得不对劲，感觉这尾巴根不停地窜两下。他来到病房的门口，见到了他后妈冷淡婶的那三个孩子，狗剩、冬梅和小甜甜。护士说，王德白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，他现在是既不能动也不能说话，人品好的话见上帝，人品不好下地狱，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奇迹了。春花和王德白已经十年没见，现在这么一看呢，他发现老爸确实快要领盒饭。自打王德白破产之后，他老婆冷淡婶和那三个孩子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，过去花钱大手大脚惯了，突然这么一破产，这帮人还真有点不适应。本来春花对王德白是恨之入骨，但此时此刻眼瞅着自己的亲爹要下地狱了，春花的心里感觉甭提多解气。这个时候屋里突然断了电了，然后黑暗女祭司就出现了，把春花吓得是花枝乱颤。来电之后，王德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上去就吐了继子狗剩的女朋友龙套妹一脸的高级饮料，把龙套妹当场就吓尿。春花的后妈冷淡婶终于露面了，这是一个由内到外都充满了阴冷气质的女人。转过天，春花来到老家的别墅，这是王德白留给她的唯一财产。当年王德白跟恶魔签契约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别墅的地下室。由于年久失修，别墅里已经破败不堪了。幻觉和噩梦是恐怖片的标配，这部影片也不例外。一进屋，春花就想起了小时候跟妈咪一起弹琴的画面。春花来到地下室的门口，发现门上贴着很多驱鬼辟邪的符篆，大门被锁和钉子完全封死，春花想进也进不去。从目前的情形来看，地下室里似乎是有什么猫腻。总的来说，别墅里没什么太大的变化，跟她十年前离开的时候差不多。春花正在屋子里瞎溜达的时候，冷淡婶带着仨孩子来到了别墅。冷淡婶这次来有两个目的，一是找找别墅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第二就是打算把别墅给卖了。不过这幢别墅在春花的名下，想卖别墅首先得经过春花的同意才行，因此冷淡婶马上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。但是由于话不投机，这场谈话很快就不欢而散。狗剩虽然是冷淡婶的亲儿子，但是却不像他妈咪那么冷酷，这哥们还是比较善良，跟春花说了不少的掏心窝子的话。为了找值钱的东西，冷淡婶和闺女冬梅终于盯上了那个被封死的地下室，并且让狗剩去撬地下室门上的锁。春花则在另一个房间里找到了一些封建迷信的玩意。地下室的门终于被狗剩给撬开了，封印在里面的女鬼顺着门缝就飘了出来，一直飘到了王德白的病房，二话不说就把苟延残喘的王德白给勒死了。冷淡婶让狗剩下去看看有没有保险柜啥的，春花说下面有不干净的东西，千万可不能去。冷淡婶说什么鬼的事，全是封建迷信。两人正说着呢，从地下室飘出来的女鬼突然就攥住了冷淡婶的脚脖子，不容分说就把冷淡婶拖进了地下室。冬梅站在地下室门口，听到下面狼哭鬼叫了，当场就吓尿。等冷淡婶从地下室再出来，已经华丽转身，六亲不认了。
扑上去冲着自己的闺女冬梅吭哧就是一口。屋里的其他人哪见过这种事儿啊，一个个全吓屁了。要说还得是春花啊，上去一榔头就把冷淡水给砸蒙圈了。不过此时冷淡水的抗击打能力不是一般的强，这娘们在屋里上蹿下跳的。等折腾够了，冷淡水虚晃一招撒子撩了。随后春花陪着冬梅一起前往医院，可不幸的是汽车被冷淡水给捣鼓坏了，两人只好徒步前行。春花和冬梅走了之后啊，狗剩给女朋友龙套妹打了一电话，让龙套妹赶快开车过来接她。春花和冬梅正往前走的时候，发现阴魂不散的冷淡水正在前方不远处啃鸡爪子呢，两人急忙躲了起来。这个时候冬梅无意中看到了春花的相册，里面全是他们一家人的合影，不过这些照片全被春花给划烂了，可以看出春花是多么的怨恨他们。由于担心遭了春花的暗算，冬梅撇下春花一个人撒子跑，找不着冬梅，春花只好一个人返回了别墅。狗剩看到相册之后也挺郁闷，质问春花为什么要这么干。春花说，本来我们好好的一个家全被你妈咪冷淡水给毁，你们夺走了我的一切，让我无家可归啊。两人争论了一会儿之后，春花带着狗剩来到了那个神秘的房间，看到了一些王德白与恶魔签约的资料和关于黑暗女祭司的相关介绍。冬梅离开春花之后很快又遭遇了自己的妈咪冷淡水，母女俩话不投机就掐了起来，冬梅也豁出去了，劈头盖脸把她妈咪冷淡水给砸死。到了后半夜，女鬼又溜达到了小甜甜的房间，一惊一乍的可把这小丫头骗子吓得不轻。春花在救小甜甜的时候不幸被鬼给挠了一下，在她昏迷的阶段梦见了她妈咪当年被恶魔收走的经历，她胳膊上那三道血印子就是她妈咪留给她的最后念想。现在来说说狗剩的女朋友龙套妹，这姐们接到狗剩的电话之后开着车前往别墅，半路上突然遇到了刚杀了自己妈咪的冬梅。对于自己哥哥狗剩的这个女朋友，冬梅是死看不上，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冬梅对自己的哥哥狗剩有点意思，所以龙套妹很快就被大脑受刺激的冬梅给杀了。杀了龙套妹之后，冬梅回到了别墅，然后来到了地下室，看到了当年黑暗女祭司施法的一些道具，绳子上的这些小人啊，对应的就是他们家的每一个家庭成员。在女鬼的蛊惑下，冬梅很快就成为了恶魔的信徒。晚上春花、冬梅和狗剩开了一碰头会，春花建议现在就离开这个不祥之地，但狗剩却不同意。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恶魔信徒的冬梅开始发功了，随后那个女鬼也出现了，把春花、狗剩和小甜甜彻底吓尿。冬梅企图蛊惑狗剩，但狗剩根本就不吃那一套，冬梅一怒之下拽掉了对应狗剩的那个小人，嘁哩咔嚓就把亲哥哥给杀了。然后冬梅又拽掉了对应她妹妹小甜甜的小人，直接把小甜甜拖进了地下室。最后冬梅又利用小人把春花也扔进了地下室。这个时候电影开始闪回了，介绍了王德白为什么会破产，以及家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事儿。原来当年王德白发了财之后啊，黑暗女祭司就要求王德白兑现承诺，把闺女春花的头发交给他，但是这个王德白反悔了，找了别人的头发想糊弄过去。女祭司眼里可不揉沙子，提鼻子一闻就发现不对。女祭司这边刚想发飙，王德白趁其不备就下了毒手。女祭司临死前用最后的力气拽掉王德白的一绺头发，搅吧搅吧给压。王德白杀了女祭司，并把尸体就地给掩埋，最后用符篆把女祭司封印在地下室，使得女祭司的法力和诅咒受到了遏制。但即便这样，女祭司的余威仍是把王德白搞得生如死，不仅破了产，得了不治之症，而且他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。闪回完过去之后，被黑暗女祭司的鬼魂附身的冬梅开始拿着小人收拾春花了。但是春花不信命不认命，利用自己的智慧把对应冬梅的小人给偷了过来，然后甩手就把小人扔到了火炉里。冬梅死了之后，考验春花劳动能力的时候到了。为了解除诅咒，春花把女祭司的尸体给刨了出来，从其体内取出了她妈咪的那绺头发。但是春花发现这效果并不是特别明显。这个时候女祭司的鬼魂突然出现了，上去就把她给弄晕了。春花醒来之后就开始自救，最终在她妈咪的在天之灵的保佑下成功脱身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惊。想要发财走正道，千万不能瞎胡闹，敢和魔鬼签契约，迟早哪天死翘翘。